北京大学，我就是为了来教你们写作文的。第一，观察生活里的细节。哎呀，我妈是个啥样的？八斤三两，小胖墩。第二，简介：临行密密缝，总共就五个字。第三个诀窍：听好呀，王老师，听不听啊？发掘冲突。李雪琴教你写作文，全部干货，一定要码住。李老师正式上线。第三个诀窍：听好呀，王老师，听不听啊？发掘冲突。我就要一口气吃三个冰淇淋，就要拿口红画画。看你等着挨揍吧你！学习中事事有诀窍，但生活中需要更多真诚的交流。这支视频中，李雪琴不说脱口秀，化身语文老师，为孩子与父母的沟通找到更多诀窍。其实只要心中有彼此，哪怕相隔万里，爱从不缺席。就要一口气吃三个冰淇淋，就要拿口红画画。看你等着挨揍吧你！喜欢就订阅呗。